彩。今天我们要去黄山的涉县做法律援助，就你们如果生活中有遇到什么法律问题，可以直接过去问我们的，什么问题都可以，就在这附近转，您见到我直接叫我小区就可以，好吗？我也是当时他很多事情都我女儿，他这个我的房子，然后就我们要到我的房子去，那是啥？我就是要他母亲要看点看啥孩子，就打他不来的。啊，珍珍你怎么了？没有什么，就是。在我2016年的时候，第一次感受到这个事情。哇，我当时那是第一次，就是觉得，反正我没有办法参与这个话题，就是我觉得。